照起来讲，这样音响比较好讲。今天啊要来嚼了啦，干！每个月十号要干嘛？应该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一次除了嚼分期蛋以外，我的分期蛋来，我的分期蛋带，有带着。要嚼的是什么呢？给你们看，很想把这张撕掉，你知道吗？干你娘！我先说哈。干他妈那些低能儿吼！原来一天到晚在讲什么？重机歧视啊！不要拿税金来说嘴啊！来说为什么不是缴跟汽车缴相同税金，结果不能上国道？你们他妈的，当初买重机就自己要有自觉啊，对不对？自己就应该知道了，不能上国道了，对不对？不能拿税金来说嘴啊！干他妈，你这些垃圾讲那傻小干话，那是低能儿一堆干。我问你们啊，一句话就可以打你们了。重机上国道到底合不合法？我问你合不合法？我就只问你一句话，合不合法嘛？对，来回答。干他妈一堆垃圾低能儿，都还到现在都是不知道重机上国道，早就已经三读立法院三读通过了。三读通过早就可以上国道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上国道是合法，但是违规而已，违规缴罚单而已，缴罚单。所以他妈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垃圾干话的时候，不要拿税金来比啦，这样的话，飞机也能上国道啊，讲那些屁话，干，垃圾人。我们是合法的，合法可以上国道，我们三读通过了，早就已经三读通过了，是交通部自己带头违法哦，带头违宪的，几年了，十年了吧，到现在还开不了啊，重机是上不了国道啊，干他妈的，找那个示范路段国三级啊，哈，讲得好好，好像恩赐一样啊，我们有开国三级给你哦，国林老部了，国三级。国三甲现在怎样？不是国道啊，它现在是降格成快速公路哎！干他妈！你跟我讲国三甲是国道，智障！你叫北汽就去干，搞龙博家就低能了。交通部也没有话说，你带头违宪了，你已经违宪了十年了吧？立法院三读通过重机上国道几年了？你要哦，当初就干你就是你，如果真的铁定不想让我们示范，你就干脆不要讲了，对，你连立法院都不要三读通过了，对。你要你当时连讲都不要讲，对，连三读通过都不要啊。所以我为什么不能拿税金来说嘴啊？我们早就是合法可以上国道的，就因为开放示范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上去我违规而已啊，缴罚款而已啊。为什么不能上？合法了为什么不能上？自己交通部带头违宪的，讲也不用在讲什么违不违规啊，观感不观感，干他妈的汽车驾驶啊，什么交通工具都嘛一样，每个都嘛违规啊，你要很笑呀，台东也要违规啊，只要台湾人哦、喔、用路驾驶，谁不违规啊？我说真的啦，啊，小违规都有，别人讲那些干话，那俩智障，我讲干违上高了，观感不佳的，你老不观感。现在看到那一张牌照，室友就火到，说真的，鬼会会起来。现在心情就不好了，那走起来蓝色公路、华山路哎。妈的，我现在看到那张税金，我就火到了。说真的啦，交通部，你们政府凭什么收我们税啊？说真的，收我们那么多的税。我现在讲了哦，停路边讲一下。停路边干一下，哦，不然我没送。你们政府啦，交通部收那么多税，重机其实那么多税，
我今天讲哦，我们早就已经三读通过，我们是合法可以上国道哦，所以他妈不要跟我讲什么合违规违法，干他妈的，你讲那些事让看，北七智商欠缺，那你讲了无微博说重机啊，不要拿税金来说嘴啦，啊，要拿税金说嘴的话啊，那个排气量更大，然后那个飞机应该也可以上国道啊，干他妈的讲那些垃圾干屁话，废话。就是废物酸民干，想到了北南。我今天讲哈，今天我是站在我们红黄牌重型机车哦，尤其红牌啊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啦，可以上国道合法的哈，是交通部带头违宪哦，自己违宪还敢讲我们干，还敢讲我们观感不差哎，干他妈的，带头违宪害我们这样干卡在中间不上不下的，然后再硬要扯观感。干观感，不用讲那干话观感了、啊。观感每个用路人都会违规啦。在我看来，汽车驾驶观感更差啊，对不对？每一种交通工具都买观感的干。每一种交通工具那个驾驶人都一样啊。台湾只要台湾啊，每一个交通工具的驾驶都一样啊，观感素质超差了。别讲啊，哪个咱傻的，哪个咱傻的干。别底下讲的微博有点逼黑了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拿税金来说，我可以拿税金来说嘴哦。操你妈的！每年我要缴，就照固定的一定要缴哦。税金来的超快的啦，哦，永远都是在我10号以前领发薪水之前都到了四月了。牌照税哈，然后还有一个燃料税哈，燃料税你又不随油征收，干他妈的！牌照税哈，哦，收的好勤哦，时间到就是要缴。然后呢，我今天讲哦。站在重机立法院三读通过合法上国道的情况下，我已经讲了可以合法，违规也合法，合法合法，我要讲三次合法哦，不要讲那他妈讲那些无的不为不为。站在这个立场下啊，为什么不能上国道？为什么不能讲税金？他妈的，你每年给我说4320，我现在能上国道吗？我能骑红牌重机，我能上国道通勤出游吗？哈，我南北跑。我他妈，我现在只能走西滨，我南北跑，现在只能走西滨快速道路。我问你啦，你娘的，一条西滨快速道路，你可以通到东部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可以通到南投去吗？干，会不多，关键会不。你这只有一条西滨快速可以南北，然后海线而已。啊，我要去东部嘞，我要去中部嘞，啊，我要去南投嘞，我拢未使走。然后嘞，苏花改，啊。你花我们的税金，我每年缴4320给你。我要一条安全的路，不行哦、喔。啊，苏花改善公路，它是什么道？省道呢？啊，省道呢？要讲几次？省道哦，省道是什么意思？白红黄牌汽车大型什么车都可以走。他妈，你就用一个长隧道啊，就用一个长隧道来打我们的顶，来打我们，堵塞我们。哦，不用讲那长隧道，我会不会啦？我现在打脸你一个嘛。年底南回改，你要通车嘛？高30层楼，长隧道4点多公里，4.7还4.8，结果呢？干，超级好笑！我说真的超好笑的。既然啊，开放550以上我们红牌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啊，白黄牌不行啊。你现在又什么道理？你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不是在自打脸了、啊？用牌色来决定哦，来决定牌色、排气量来决定你的路权哦，很棒啊！现在已经他妈你卡得好混乱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红牌，我排气量大，不能走长隧道，不能走苏花改，啊，结果他妈嘞，年底南回改，我又可以走了，我又可以走长隧道4.8公里的长隧道了，哇，好赞啊，好赞啊，我哉啊，我哉交通部啊，好乱啊，我这边真的好乱啊，到底要怎么走啊？你的路权政策为什么要这么自助餐呢？啊，为什么要这么自助餐？我都搞不懂，我也特别做了三首歪歌了哈。我现在之后会开一个新的单元叫“宣载路歪歌”，道路的路歪歌哈。好好来打脸一下我们台湾交通的路权环境，这个一定要尤其机车路权，这個、一定要好好的，好好的来唱一唱的哈，高歌举手。反正啊，我觉得你他妈交通部你到底在搞什么？我真的搞不懂啊。长隧道，用个长隧道来打我们机车骑士。
哦，你啊，开车驾驶会自动造氧就对了啊，每个都背氧气瓶进去哦。哦，你们那时候很好笑嘞，说要改你还开放什么？说了人进去会机车骑士会窒息哦，结果嘞，你他妈给我半路跑，干超好笑，给我半路跑，怪我喝酒，智障都爆。你可以半路跑了哦，啊，结果嘞，机车就不给走了。干话到一个爆，不行的干。然后现在他妈，我等一下就是要去交你那张击败的4320税金，哦。